这一次的这个策展非常的难得，因为呢这一次是由我们的东南亚副秘书长觉诚法师带领团队到这个钦奈拍照，而且呢把这样子的温暖呢带到这个钦奈的这个希望之声。台湾摄影家蔡荣峰随着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东南亚副秘书长觉诚法师走访钦奈，用镜头记录当地人事物。佛光山纽约道场为蔡荣峰举办摄影展，希望众人能够透过摄影作品看见世界的角落。联合国有这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共同把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所做的教育文化如何展现，让世人了解。摄影展开幕当天，有来自各地各领域的贵宾共襄盛举，觉诚法师亲自为嘉宾们导览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蔡荣峰老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我跟你去呢，我要把真善美、佛光人的真善美、世界的真善美、人性的美把它展现出来。到那边去，他不会跟你说我要这个我要，他没有伸手，他是一个欢迎，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拥抱。本次摄影展共展出32幅印度希望之村的作品，让观者透过镜头看见有暗中的灵光，唤起更多人对弱势的关怀，让世界更美好。人间卫视美国纽约综合报道。